就是在这社会上有更多的爱跟包容，这样受伤的人都可以快快好起来。最近的事情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我们需要去也很关心的事情，像之前幼稚园什么的，希望是大家可以越来越好。暖心喊话因近日 Me Too 运动不断延烧，王晶和柯震东出席电影首映会，也不免被问起对事件的看法。心存正义，但是只是我觉得还是交给当事人吧。对，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看跟大家一样看新闻的人，所以就就是一方面也是像柯讲的啦，然后因为也都不是当事人，好像也都无法去真的评论什么事情。但我觉得正义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的议题都很需要，然后除了最近的事情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我们需要去也很关心的事情，像之前幼稚园什么的。是的，对，所以就是希望是大家可以越来越好。如同电影角色一般，希望大家也多多关心各种社会议题。而首次配音的王静在录音室里居然还发生了这个插曲。哦，我有一次就是真的太饿了，然后饿到就是那个导演一直听到一些杂音，然后他们还就确认麦克风有没有什么状况，后来发现就完全就肚子在叫这样。有收到那个肚子饿的声音？有，就咕噜咕噜咕噜叫蛮大声的。挺大的，挺大的。对，两位要不要聊一下就是配音过程中就是哪一个台词让你印象深刻然后爆笑的？我的部分应该是一些打斗的过程的声音吧，因为毕竟是在很安静的录音室，然后你就要随着画面然后跟着角色一起这样。对，你们应该有知道，就是他上一次在就是他面前对的类似像是那样子的过程，但没有像他那么 over。 对对对。那如果真的推荐，我刚说想跟杨明威一起去看，那还有别人吗？没有吧，我就会想要约一些有小孩的朋友。哦，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样子会有点像是电灯泡这样？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就是多一点人聚会的空间吧。对对对。哦，静呢？男友一起去吗？就是会就是箭头指的有点明确啊，就是会啦，还是会邀请他来支持。你有跟他分享就是录音的过程吗？一定会讨论到。对对。他有相当期待吗？期待吗？我个人是偏紧张啦，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还没看过。你的男友有他啊？你说他啊？问我干嘛？不是你，对不起，就是你说我男友期不期待？我也不知道哎，不然你等下帮我问他好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王静这么分心？而电影也将正式上映，期待看见两人首次配音的成果啦！完全娱乐综合报道。